在之前的鬼屋魔影中，好大的功夫才将你跟那颗石头凑齐，西游。你是我们的光明使者，克劳雷是造成这一切混乱的幕后黑手，他让我去收回那颗石头，这是你长久以来一直佩戴着的。光明是鲁西斯，西戴是法罗，所以合起来光明使者就是鲁西法。我知道我以前干了些蠢事，我可以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想要那颗石头。跟我在博物馆碰面，943号房。我得找个东西。像什么东西？943号房间。下去一层楼，通过地下道，用堆高机会快一点。这里所有东西都由数位控制，所以你最好祈祷当你到这里时我还在这里。对你而言没什么好饶恕。太好了，时间终于快到了。真是个偏僻的地方，感觉就跟西游一样。我真的希望他在这儿等着我们。看看这个，上面写着我的弟子西游与我1936。你一点都没变呢。差不多是，但西游已经死了，而且不晓得带我去哪。哎，那是什么？这里写着莎拉。我不要，不会这么巧吧。我要你去。下去，莎拉，我要你去。莎拉，我要你把他打昏。谢了，西欧，看来你打算要让我好看。但是我不想伤害你，我可以。我知道那有点荒谬，但嘿，你不正想要这样吗？来，我们坐吧，没选择了。好吧，但在那之前，我想告诉你一件事。你不会那么恨我吧？就这样。好吧，把那个东西给我。我会待在你旁边。我们没时间了，因为这场战争将影响所有存在的平面，所以我拼了命来此加入你。你所携带的石头攸关人类的幸福与存续，他们称它是贤者之石，但是所有人都被愚弄了。当鲁西法从天堂被放逐间，以凡人身份活在人世间的时候，他制造出一个神器，可以容纳他的灵魂超越时空，然后等待复仇的时机。鲁西法被困在他自己的作品之中，但是我已经将他释放出来。现在他正在找寻那颗石头，因为它可以让他重新塑造他以及我们的命运。
在中央公园里隐藏着你必须要挖掘的秘密，有一些是致命的，但其中之一却可能拯救我们。现在醒来吧，并闭上你的眼睛。爱德华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提到某些关于眼睛的事。闭上我的眼睛，西欧要我怎么做？什么？好吧，试试这个。维纳斯之手将会刑诉此门之锁，而战神将会奋战，以将钥匙回归核心。我了解了，接下来是我的工作，我要打钥匙来开那道门，这才是我该做的事，对吧？对，我正要去老城堡，只要能打开门，真相就大白了。相信我，你小心点。
答应我的条件，就把你从那里拉上来。你少长篇大论了，克劳雷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那颗石头，钢笔，你得将它交给我，不然我会很乐意看着你在那黑色污泥中慢慢融化的。 我们是在公园散步嘛，这么听话呀？我的狗可以向你学习呢。好，你赢了，把绳子先垂下来吧。 我已经厌倦追着你了，康比，你很久之前就该死了。抱歉，守规矩不是我的强项之一。快交给我，快点！没那么简单，我得先听到一些答案。 别跟我管什么把戏小子。如果那颗石头是被诅咒的，你为什么还要它？光明之路又是什么？那颗石头用在比那荒谬预言更好的用途上。快乐的结局是留给笨蛋的、去他的人类。我的出生就是为了携带那颗石头，其他与你无关。